心灵讲座。嗡瓦苏多里萨婆诃，当愿众生无病健康，富贵自在，不缺资粮，恒行布施。嗡瓦苏多里萨婆诃。那现在我们念一下准提神咒好不好啊？这边是准提堂啊，哇，前后都有准提菩萨这么庄严。各位在177页，这样好不好？麻烦义工菩萨先把这个镜子发给大家。准提神咒说要有一个镜子，那准提咒的特点在哪里？你这个人吃肉没有守戒，念准提咒依然感应，这是很方便的。而且准提咒是一切咒的母亲，就是说你很多咒不会念，但是你会念准提咒，代表一切咒。比如说你辨识咒忘了，但是你就念准提咒，结果那个咒就变成辨识咒的功德啊！你忘了楞严咒，那你就念准提咒，所以叫什么？念一下准提满愿咒、准提发财咒。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重要的，出家人受供养，希望所有的福报这些施主都可以满愿，所以叫准提满愿咒啊！嗡者尼主尼准提萨婆诃。那各位，这个镜子不要拿来照脸呢，啊，这样由这个镜子就不灵了，啊，这个镜子因为，下回各位应该拿一个红包啊纸袋包起来，那这个镜子要修道，你可以从镜子里面显现佛菩萨，显现什么？你所要知道的事情啊，啊，所以阿底峡尊者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圆光镜啊。这个圆光镜一拿出来，从圆光里面显现各种佛菩萨、愤怒尊、降魔也好、满愿也好，这样了，啊，就是满他的愿了，啊，那当然，各位要把这个镜子当作十方诸佛菩萨都在里面，由空性显现一切，那你就用这个镜子慢慢修，啊，当然，各位可以买一个圆满的，请一个圆满的准提镜，啊，一边是准提咒，一边是一个镜子，然后就只要带着这个。经常念这个准提咒的这个镜子，你等于带着所有的道场佛像在身上，然后走到哪里把镜子拿出来，就这样修了，这样而已。然后这个镜子可以供高一点，然后对着镜子念经啊，啊，十方诸佛从镜子里面显现出来，所以满大家的愿。那这一次也有一本准提法门手册。啊，这两天啊，如果有时间，或是我们湛庸法师他们来，带着各位念一遍准提经跟咒，还有这里面有写了准提咒的各项的功德。比如说你要发财，最近很需要钱，那你就拿米加一点奶油，然后呢把它放在火里面烧，这个叫准提附魔。那大家念准提咒就满愿啊。这里面有写各项各项。用草，用那稻草，然后呢加上奶油去布施，
啊，或是拿杨柳枝啊念准提咒啊，可以消除各种的病苦，这里面都有写啊。那白话，它是非常白话，只要我们有信心去实践就可以了。那各位拿到准提镜了没有啊？那准提菩萨有十八只手，这里面也会讲解每一只手印代表什么意思、什么功德。也意思是说，你念准提咒就圆满了这十八项的功德利益啊。虽然我们不是准提菩萨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那透过你就把准提菩萨的功德展现给对方了啊。所以念准提咒，特别女孩子哦，你希望撸老撸笑脸啊，那你要念准提菩萨的咒语。准提菩萨，你念到一个阶段，你做梦梦到喝到白色的牛奶像甘露啊，你吉祥龙北捞啊，那就变成像欢喜母菩萨的十六岁的婴儿的皮肤一样的意思了。那所以就是准提菩萨，然后你累世无量世的业，你只要念满九十万遍“嗡哲理主力准提萨婆诃”，就像了凡四训一样啊，所有命运了凡袁了凡先生命运操控在他手上了。所以一方面念准提咒，一方面呢多修善业功德，那就一切满众生愿。所以每一位菩萨到了都会修准提法，为什么？满众生愿，不是为自己啦。那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。那准提菩萨的仪轨，那又这么简单，前面这四句话，起手皈依苏悉地啊，来皈依圆满成就的准提菩萨，头面顶礼七句之，然后呢，准提咒是七千万尊佛共同加持的，所以你一念准提咒，那一顶礼准提菩萨，等于一下顶礼七千万尊佛。所以我今称赞大准提，唯愿慈悲垂家护，我们这样来称赞礼拜。所以那我们一切可以满愿。那么萨埵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陀嗡哲理主理准提萨婆诃，前面就是礼请准提菩萨，代表七千尊佛，嗡哲理主理准提萨婆诃，这种佛菩萨的大圆满菩提心能够升起，就叫觉醒，而产生了大悲的行动，满众生愿，就这意思了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准提咒是以大菩提心、大慈悲的恨愿，准提菩萨的七千尊佛的功德来加持，来满众生愿，嗡哲理主理准提萨婆诃。所以我们长咒念三遍，然后大家短咒念一百零八遍，好不好啊？让这个雨啊，天，所以一下雨的时候，有水的时候，也会念准提满愿咒，然后呢，让大家水都变成功德，变成财宝，变成力量。那打手印各位都会了，如果你愿意打，里面两只放里面啊，中间然后的食指然后拇指压在上面，然后这叫准提手印。那当然现在各位有一个镜子，那因为你没有桌子，一般是镜子就放在你前面啊，那现在你带着镜子就对了，有这个准提镜，然后我们再修这个准提法，一起念来。起手皈依苏悉地，头面顶礼七俱胝，我今称赞大准提，唯愿慈悲垂家护。南无萨埵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嗡哲理主理准提萨婆诃。南无萨埵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嗡哲理主理准提萨婆诃。南无萨埵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嗡哲理主理准提萨婆诃。啊，我们各念一百零八遍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念珠的拿出来，无论如何请一条念珠，好不好？哎，问一下身上没这个一百零八条念珠的举手，明天我请来送给你。或者居士你赶快请来，你一定要有啊。所以能够，事实上这个念珠老实说了，像我要出门到底要东边还西边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就念一念准提菩萨，念观音菩萨，然后就不动，它就会转。哦，原来是右边 ，OK。那事实上准提法也有这个了。准提法是你打坐的时候坐在那边，然后呢，你不知道是东还是好，西好是好，然后你看你身体怎么摇动了，
当你念完108遍，他身体会动，不是当机呢啊。然后他碰了这个摇动，就知道说哦，是这样还是你是左右是好，还是前后你自己发愿。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脉动、气动，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事情。然后准提咒还可以修到耳报法。什么叫耳报？我就认识一个老和尚，他有这个耳报法。你告诉他什么病，他马上告诉你用什么药可以医，而且100%。后来我说老和尚，你研究这个？他说不是，他有修耳报法，就是说准提菩萨的加持，过去是修了。虽然这个老和尚现在是南传的老和尚，但是他过去就修这个功德了，所以。对方还没有来，他就知道谁会来，什么病这样啊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如果没听过的病，然后护法马上跟他说，他要用什么药、什么药、什么树叶，他就会好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叫准提耳报法。那当然，各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得到，要有福报。你一次按照这个戒定慧的次第，功德圆满啊，真实有出离心啊，有这个空性大悲心啊。然后呢，那你就会得到这种感应，就像修文殊菩萨看到文殊菩萨来跟他说法，像中个巴大师任何的疑惑，他就修法，中个巴文殊菩萨就来跟他告诉他怎么办。阿底峡尊者碰到困难就祈请利度母菩萨，嗡达雷度达雷度雷说法，利度母就现前告诉他如何利益众生啊。这个就是每个人，如果你到一个虔诚的阶段，念阿弥陀佛可以念到波州三昧。阿弥陀佛现前给你说法，对不对？那对你来讲，阿弥陀佛是永远真实存在的。那这样以后，我们人生就没有迷惑。特别你要度众生，那度众生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有好心，那佛菩萨给你一条最方便的路，知道怎么做怎么做。那特别准提菩萨最容易有感应，所以哪一天希望大家修成功了，告诉我们，我们都问你生病怎么医啊？那你不是很有功德了吗？啊，这不分在家出家，但是基本上各位一定要受菩萨戒，要发菩提心啊，为众生，那你这样才符合大乘的修行啊。特别主忘了，而且说最好多念21遍，因为可能我们前面念的少了一个字啊，或是如何如何啊，少了一个观想啊，所以你后面多念几遍，要给它补得更圆满啊。那修准提咒真的是满愿啊，你希望外表很庄严，你希望。你很有领导能力，你希望你人缘很好，那你洗澡的时候用7杯水念完准提咒21遍，拿这个水来冲身体，哇，你的外表很庄严啊，令众生呢看到你外表就被你影响啊，而且影响是好的，好像看到准提菩萨一样。所以各位希望你的声音好，希望你的外表好，希望你世间就像变魔术一样啊，点石成金这样。那修准提法就是要满众生愿嘛，啊，所以希望所有众生他心想都事成。嗡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。那当然这一本准提法门手册，各位如果你等一下先拿回家，可以把它看一看，哦，他到底该怎么做？但是你一定要修到有感应，代表你已经。但是修到有感应呢，代表你过去世的因缘跟现在的发心正确。等于频道调对了，你跟准提菩萨的心态调对了，那你念起来那就感应不一样，很容易满愿。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，然后他如何能够快速满足他利益众生，就像一个医生都希望来看我的病人进来生病出去都很健康，对不对？他这样他做医生很快乐，那当然他就有这个正确的发心去做，然后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啊。所以你念咒就得到这个佛的力量加持，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会放光，因为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佛光啊，然后去帮助众生。那这样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很有意义。但是你要如何达到这样？就是你要持戒跟发心要正确啊，正知正见的持戒，发起真实无所求，不为求名闻利养的菩提心，而不是说我念主就念到很感应啊，念一遍收1000块美金。人家当然也好啊，你给你1000块，我可以赚10万块，他当然好。问题上你就伤害到佛教了，啊，变成邪知邪见，变成动机不对，所以不能把殊胜的佛法来享受名望、地位、金钱、收入，不然以后很难看的。啊，就像台湾摸骨很准，他眼睛都会瞎掉啊，他就会绝后，
因为他得到了金钱，得到了现实的利益，他就断了自己的福报。所以在这一点，佛法的动机一定要正确啊，正确，不能有所求啊，帮人家算命要钱，算到自己没命啊。所以虽然你有一点小神通，为名为利，最后你就变成魔子魔孙，这些都不好的。所以准提咒，只要你动机正确，而升起一个利他的悲心，那你经常也要练习这个戒定慧啊，禅修三业相应，那这样去观修，那你就变成准提菩萨的身口意，去利益众生。所以佛教里面不是做党机啊，佛教里面是众生皆有准提菩萨的佛性啊，佛性是有的，只是透过外在的准提菩萨开发你内在的准提菩萨圆满而已啊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你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功德力去利益众生，这个是一种很自然的、很智慧的、很稳定的。但是如果世间人没修行，没挖心，叫做鬼神来了，因为他没办法，他知道把你压下去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这样威仪不好，如果海涛法师光个什么翁牙来啊，也、欸、不好看，连个 key 档呢，啊，那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也代表有神明在你身体。但是佛教不是，佛教的修行呢，是不是光外表，而是身口意完全，啊，那佛教的苦行，那是因为能够被侮辱，这个是苦行，啊，能够受苦，而不是一定要拿刀拿枪砍在你身上。当然世间是这样可以吸引众生，但是佛教呢，是你可以修到超越地水火风啊，入水不淹，入火不烧，因为那是你的修行嘛。那这个才是长长远远的一个方法，也希望各个都能够提升啊。好，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在研法师的神器宝贝，我们神器宝贝呢，继续我们要请师父来为我们介绍什么法器。一般啊，我们藏传里面有很多的法器啊，会供在坛城里面，那我来介绍给各位知道哈。好，一般上次我们介绍了很多的金刚杵，还有灵杵，是。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啊，右旋的海螺，海螺，右旋的海螺代表啊佛在说法。啊，因为佛在讲话的时候啊，声音洪亮，有如大海的法螺的声音啊，代表法音，所以一定要供法螺在你的坛城里面，代表以后你说法有如佛陀一样，然后弘正四方，然后啊，广摄一切众生哦，这叫法螺，右旋的法螺。右旋。对。那师父，这个跟一般的贝壳有什么不一样？一般的贝壳不一样，一般的贝壳有时候是左旋的比较多，啊，右旋的比较少，所以一定要供右旋的法螺，像佛陀的头发一样，右旋的，是。所以你去海边的时候要捡贝壳，要看一下是右旋还是左旋。那如果比较珍贵，那如果说有在一般海边捡到，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，把它弄干净之后就可以了。当自己的法器。对 对, 對。赶快去海边寻找。加持一下。还有就是继续，藏传的佛教的嘎乌，嘎乌有很多很多种，然后
这是最普遍的哦。嗯，像一般我们讲说泰国他们会供佛牌一样的意思，哦，所以里面有佛像，有舍利子，有甘露丸都可以放在里面啊，然后这个可以镇宅、祈福啊、辟邪，还有可以修本尊，都可以放把你的本尊放里面去修行哦。那师父，嘎物就是一个盒子吗？对，一个盒子，然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，宝贝。对，宝贝，舍利子啊，甘露丸啊，还有这些加持过的圣物都可以放里面。那如果里面没有放一些宝物的话，它本身是有加持的吗？也是有加持，因为你常念经持咒还是有加持，还是有加持。一般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放里面。是。哦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小盒子，在集合这些宝物的一个小盒子，对，然后本身就可以是一个法器，对，好。还有就是念珠，念珠，念珠很重要的，这个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，对，念珠，一般的念珠很多材质的，像水晶材质，就是菩提子，对，一般讲说菩提子的念珠，一般用108颗代表，消过108种烦恼。那菩提子的念珠来念的话，那个功德是很大很大的。五念珠功德经里面有讲到菩提子的念珠，那一般看你修什么本尊，它代表像我们修千手观音要用木头的材质的去修，有的是用四臂观音的话用水晶珠，那很多人拿什么人骨念珠，人骨用人的头戴骨去做的念珠去修法，那个更灵验啊，所以叫念珠是一种法器。那一般也会拿这个念珠去加持需要加持的人，这个念珠是每天要带在身上的，像我们这边每天要绑在身上的，但提醒你要念佛要持咒加持众生不间断，这个意思哦，降伏烦恼不间断。对，那师父，我们一般这样的算不算念珠呢？一般比较不好，比较108颗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是，好，那就是自己挑自己喜欢的材质，好，主要是还是要念，对，要念，所以加持力。念珠是法器哦。对，哦，好，继续。还有一般修本尊的一个骰子，叫吉祥天母的骰子，这也是一种法器啊，这是修吉祥天母来占卜的啊。因为这个骰子跟一般的骰子不一样，它的里面的顺序是不一样的，是要拿一般人家来玩那个赌博的骰子来用是不行的哈，哦，要专门特制过啊，这是要修到吉祥天母加持之后，然后修到会动。那动作就可以替人家占卜了，就是骰子，这是一种法器。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金刚杵不能拿，这个可以拿吗？这个可以拿，这个可以拿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。这个是要拿来执完之后，把那个上师会帮你解卜。哦，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一般的骰子可以当成占卜的法器。哦，那其实我们看起来哈，真的是跟一般的那个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师傅，你刚刚说的这个不一样的点在哪里？不一样的点就是，一般可能外面的骰子是一后面会对六，是，但是它一是对五的，所以顺序就全部打乱了。哦，它不会跟外面的是一模一样，不是的。大家可以去买一下一般的骰子，看看是不是对应的那个点数是不一样的。点一的后面是要六。是一般的，那这是五，是，对，它是一，不一样的，然后对应另外一面是五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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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这个是特制的，要来那个占卜用的。好，谢谢师父。还有就是转经轮，转经轮这也比较常容易看到的。我们不单老人家没事的时候就拿一只转经轮一直转，是，哦，这也是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上师讲说，如果你的转经轮专修了，也不能拿给人家碰。但是这个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请教是要把功德给对方，所以我们让太荣幸，我今天可以转到它材质不同，材质不一样，是，对，有，那里面是装金，里面装上不一样，像我这次是大白伞盖，里面是这个是Om Mani Padme Hum，观世音菩萨的心咒。所以里面有好几亿的星座在里面，如果装上是一亿遍，你转一圈就念了一亿遍的星座的功德，然后也可以观修所有的恶业都吸进来，所有的善业转的功德都回向给对方，所以这种是持咒最快的方法，诵经最快的方法，用转经轮。所以为什么很多老菩萨，那些不丹的老菩萨，每天在寺庙里面，很多人拿个转经轮一直转，希望累积这个善业功德，因为很多人老人家没有气力转，没有气力去诵经啊，他用这个去转动，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
那我们这边还有电动转经轮，在家里的话插着就帮你每天做功德，同样有功德，一样的意思。是，还有一般不单会挂很多的金旗，也是一样，那属于一种都是一种法器啊，诵经的法器哦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参考啊，每天可以摇动，消除业障。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功德，大家真的要把握。你看转一圈就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很容易哈。好，这个转经轮，好，谢谢。还有就是佛塔，佛塔、塔当塔，塔当塔代表你很多上师要出远门的时候，会把塔抬到塔，代表佛心要带在身上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去的时候要带很多法器啊，就是西藏啊。钵啦，还有噶当塔，还有佛像，这个是每天必备要出远门的，这个一定要带的。所以噶当塔代表佛心啊，要带在身上，要加持啊。然后啊，如果有空的也可以自己绕塔啊，自己绕塔，绕塔的功德也很多啊，很多地方大，现在也可以努力做。是，所以一般出游啊，我们都是衣服啦，然后盥洗用品啦，那师父他们带的是法器，是。还有呢，大概这样，哦，大概这样，好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。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接下来请收看